不要逆着阳光吧，我眼睛小小的。嗨哈喽大家好，我是你们胡子老弟，然后小酷。然后我们现在呢在这个土路上，这石子路，不隔壁料路，反正就是石头路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到园子后面去，那一块有一块菜地，然后我们去摘辣子。我们这边农家乐做的所有的菜，就是说地里面有的，然后我们用的都是地里面的，然后地里面没有的，然后我们就到这个靶子上去买。你看我们这边有鸡、鸭、鹅，还有哎对，你的那三只小鸭子呢？鸳鸯鸭嘞？不知道，我已经好长时间没见它们了。我昨天还看了。啊，那不是？对，就这三只。好，你看它肚子上的白毛都长出来了。这些桃子都是用来喂我们的小鸡和小鸭的。对。小库。嗯。我们都喜欢吃的那棵李子树呢？在前面。前面吗？对，这棵就是我最喜欢吃的李子树啊。喂。摘没了。快快快，再摘几颗，再不然我们就吃不上了。后面还有。哦，这还有一颗。我操。哦。就是这种大李子，看，就是这种大李子。特别好吃，前几天还好多。哎呦喂，把这颗摘上。来，就是这种大李子啊，酸甜酸甜的，水分很多。给大家看一个这个东西，是一个野菜。这个野菜呢，给大家说一下啊，下面这一节子就不好吃了，老了。那我们要哪一节子呢？这一节子。然后这一节子，还是这一节子，以及这个上面的这个头，剩下的就不行了。然后拿这个稍微蒸一下，或者稍微煮一下，拌上那个拌上蒜，哎，拌上醋。野菜啊，小时候的记忆。可以啊，挺大的，少摘一点吧，少摘一点，这样半筐筐够了。这是一个菜，两个菜，三个菜，四个菜，不、可以不算。是你个鬼，这个接的太多了呀，都压弯了这个枝子。对，这一把子呢就够一个菜了，啊，到时候不够还可以过来在这摘。如果说摘的太多了，放到这个冰箱里面，它就蔫了，不好吃了，不新鲜了，是不是？毕竟这是地里面自己种的嘛，是不是？完了以后，后面看到这个块空地了没？到时候呢会在这里去养一些鹌鹑，到时候我给大家教一道菜，叫做宫廷鹌鹑煲。爹。啥这是？大李子，吃，酸，不酸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给，送给你礼物。吃一个最大的，偷苞谷的少年。嗯，这是这一期的视频的标题，偷苞谷的少年之小酷。嗨。